弟兄姐妹平安。2021年已经过去1/12了，马上又要过春节了。在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气氛，但我小的时候啊，却是翘首盼望的过年，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可以非常的欢喜激动，因为我可以张开海口，随便吃零食，也没有人说我。在农历新年之际，你是否依然有儿时的兴奋，对新的一年怀抱着无限的憧憬和盼望呢？申命记11:11-12，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他的医治与复兴要降临在这地。让我们一起起立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人心升起。你眼目你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比较神，我们都希望神眷顾看顾这地，因为神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可是当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悖逆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呢？
耶稣鼓励我们，让我们把圣经给我们的亮光真谛显给世上的人，让我们在职场上或者建立基督的婚姻家庭和教育下一代当中能够成为世人的榜样，因为只有神的道可以转化这个世界。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勇敢起来，在世上做你的盐和光，来吸引这个世代，用你的道来恢复医治世人的心。愿你的国度完全彰显在这地。天父，天父，我呼求来恢复我们的心，让恢复的心意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来医治恢复我们，开启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爱，你的爱，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着属于你的时代，愿
时代，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我的心何等渴望你会复制属于你
来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予我们每日所需要的，感谢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国，感谢你赐给我们所得的福分。主啊，我们是寄居的，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求你帮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和你的国而活，在财富上，在生活上，以荣耀你为目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让我们来一起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今天的讲道题目是神的国在地上，我们请梁传道。我想问大家一条的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想一下教会是什么？那你们想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少少时间你去想一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想一下。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在这个答案里面会不会想起 ACC 这幅的图画呢？那在想这个答案的时候，脑海里面会不会浮现出 ACC 的画面呢？或者是一个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群的信徒，或者是一群的信徒。圣经里面呢，教会这个词呢，其实是由希腊文而来的。那圣经当中教会这一个词是从希腊文而来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一群的集合，或者是受呼召的人们。那它的意思是一群一个群体或者是一群受呼召的人。教会呢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就是教会是蒙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呼召出来的一班人。那教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蒙神呼召出来的一批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一起。那这一班人聚在一起，他们被神呼召出来呢，是进入神的国里面。那这群人被神呼召出来呢，是为了进入神的国。咁佢哋跟其他信徒喺地上边组成咗教会。那他们就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在地上形成了教会。咁佢哋嘅成为教会，佢哋嘅目的系啲乜嘢咧？那他们形成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就系用教会喺地上咧为佢嘅国做见证。那神就用教会在地上为他的国做见证。就系有一日咧，神咧系会完全咁样去掌管呢一个世界。有一天呢，神会完全的掌管这个世界。所以我哋成为教会嘅一份子，系进入神嘅国里边。所以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进入神的国当中。但系当我哋回顾我哋喺呢一个嘅世界嘅历史里面。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个世界的历史的时候，要实现在地上要彰显神的国度呢，是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压力或者是张力的。那其实在地上要完全的实现彰显神的国度呢，是要面对许多的张力或者说压力的。因为在这个地上边很多人为的体制呢，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在这个地上有许多的体制是不完美的，或者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做法是跟圣经是有违的，或者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做法和圣经是相违背的。所以当信徒要在地上边彰显神的国的时候，是少不免会表不免呢离不开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和张力。所以当那个教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神的国度的时候，免不了要面对许多的张力和压力。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地上边的宗教的体制带来给我们的一些的张力。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地上的宗教的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张力。就好像在十六世纪罗马的天主教里面，就好比是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在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确实呢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那在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的确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譬如呢，他们呢很奢华，是很荒淫。比如呢，他们非常的奢华，非常的荒淫。他们呢，如果有人想做一些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圣职呢，他们可以用钱去买。如果有人想要在教会当中去担任一些圣职，他们可以用钱去买。
很多时候呢，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呢，也都是曲解这个的圣经。那很多时候呢，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去曲解这个圣经。而更严重的呢，在当时里面呢，就是出现了呢，罗马教会为了去筹得更多的钱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买这个赎罪券。而最严重的是，当时为了满足这个罗马教会的这个金钱的利益，他们去推出了这个赎罪券。他们说呢，他们向那些信徒说呢，只要你买了赎罪券呢，就可以抵偿你以往所犯的过，你的罪呢就得到赦免了。他们和这些信徒说，只要你买了这个赎罪券，你的罪呢就得赦免。这个的做法呢，是完全违反了圣经的教导的。那这个做法呢，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的。那当时的德国的神学家呢，马丁路德呢，他就是要求罗马政府，要求罗马的天主教呢，是单单以圣经作为信仰和行为的最高的权威。那当时的德国的一个神学家马丁路德呢，他就是要求这个罗马的教会呢，要单单的以圣经的作为信仰和行为的最高的权威。但是呢，罗马教会呢没有接受到马丁路德的意见。但是呢，当时的罗马的天主教没有接受马丁路德的意见，反而呢处处呢去威吓这个的马丁路德，反而呢处处去威吓这个马丁路德，还要呢赶他出去罗马教会，而且还要将他赶出罗马教会。虽然是这样，虽然如此，但是呢马丁路德呢，他选择了，他信服了在神的权柄底下。但是马丁路德呢，他选择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没有屈服在这个的地上边的宗教的体制之下，他没有屈服在这个地上的宗教体制之下，他离开了天主教，他就离开了天主教，创立了路德宗派，创立了路德宗派。但是教会仍然的都在地上呢，要彰显神的国的时候呢，仍然都是受到很多的压力和张力。当教会在地上想要彰显神的国的时候，他仍然遇到了许多的张力和压力。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好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教会再一次去面临另一种的张力。德国的教会再一次面临了另外一种张力。德国的有一些基督徒呢，因为强烈这样的民族的意识影响，那德国的有一些基督徒呢，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希特拉的当选呢，他们充满着很大的期望。对于希特勒的当选呢，他们充满着非常高的一个盼望。他们希望呢，能够呢，希特拉当上位之后呢，他能够呢，重振一个强大经济和政治的强国。那他们希望当希特勒上台了以后，他可以重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一个强国。因为这一种的民族主义呢，那因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当时的德国呢，有一些的教会呢，特别是路德宗派的教会，就纷纷这样支持纳粹党。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当时的许多教会，路德教会也纷纷的去支持这个纳粹党。他们放弃了顺服神的主权，他们放弃了顺服主的神的主权，顺服在地上边政治的体制，他们顺服了地上的政治体制。最后呢，这一班支持纳粹党的教会呢，就沦为了纳粹党的政府政治和宣传的工具。那这一班支持纳粹党的教会呢，最终就沦为了纳粹党的政治宣传的一个工具。教会呢，要在世上边彰显神的国呢，必然呢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压力和张力。教会呢，要在地上彰显神的国，必然会遇到许多的张力和压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在历史上出现过，同样的在这个世代里面也都会重复这样出现。同样的，在现在这个世代上也会重复的出现。那我们怎样去预备自己，能够当我们要去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去选择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呢？那我们要如何预备，当我们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仍然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呢？今天呢，我们就会从《使徒行传》24章里面去看看保罗。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使徒行传》24章里面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呢，作为神国的子民呢，他呢在宗教的体制和政治的体制之下呢，在这些压力之下呢，他仍然是顺服神的主权。那保罗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呢，他在这个他仍然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呢，
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从而是希望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可以给我们去拿到一些应用的方法。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应用的方法。好了，我们去看保罗完成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之后，那我们看到当保罗完成了第三次的宗教旅行之后，他就带同了外邦教会的捐款去到上耶路撒冷。那他就和外邦的一些教会的人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咁翻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保罗呢就在圣殿里面被大祭司的人就捉住。那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大祭司给抓住了。咁耶路撒冷嘅千夫长咧，就恐怕咧呢一个咧就会造成咗呢一个嘅混乱，所以咧就将保罗咧就带走。那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呢，怕这样的事情会造成混乱，就派人将保罗带走，就将佢囚喺佢嘅营楼里边看守住佢，把他囚在他的营地当中看守。但喺嗰个夜晚咧，千夫长咧得到一个嘅消息。但是这个晚上呢，千夫长得到了一个消息。又话咧，有四十几个嘅犹太人咧，佢哋发誓话咧，如果佢哋唔杀死保罗咧，佢哋就不食不吃。就是有四十个犹太人发誓，如果他们不杀了保罗的话，他们就不吃不喝。于是咧，千夫长咧就立刻咧喺漏夜咧就叫人咧护送保罗咧从呢一个耶路撒冷就到呢一个嘅该撒利亚去。那个，于是呢，这个千夫长呢，就派人把那个连夜把保罗送到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去。咁喺该撒利亚里边咧，有当时一个管理犹太省嘅总督腓力斯。那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当时管理犹太省的一个总督，叫做腓力斯。咁呢个千夫长咧，就将保罗送到去嗰度，由腓力斯咧去处理。保罗这个的案件，那千夫长就把保罗送到了腓力斯那里，让他来处理保罗的问题。那二十四章呢，就是这个的，是一个好像一个的宫廷上面一个的审讯案一样。那二十四章呢，就是一个好像在宫廷上面的一个审讯案一样，就是犹太人的公会在这个的腓力斯面前呢去指控保罗，就是犹太人的公会在腓力斯的面前来指控保罗。咁咧，其实咧喺呢一章里边咧，我哋可以分到好简单，去分到三个大嘅段落。那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段。咁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犹太公会咧对保罗嘅指控。那第一段就是犹太公会对于保罗的指控。第二个咧就系保罗为自己嘅申辩。第二个就是保罗为自己的申辩。而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犹太省嘅总督腓力斯对呢一个嘅控告嘅回应。第三个就是犹太省的这个总督腓力斯对于这个控告的一个回应。咁今日咧，我哋就将个次序调一调先。那今天我们把这个次序先换一下。我哋咧就先会睇犹太公会对保罗嘅指控，同埋犹太省嘅总督对呢件控告嘅回应先。我们先来看犹太公会呢对于保罗的指控，还有就是犹太省的这总督腓力斯对于这个控告的回应。然后我们先至最后先至再看保罗怎样为自己的申辩。我们最后再来看保罗为自己的申辩。好，这样呢，因为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每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先至会读那一段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选择是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来念这段经文。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犹太公会对保罗的控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公会对于保罗的控告。那我们看第一至第九节。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九节。麻烦 Erica 帮我们读出吧。好。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律师铁土罗来了，他们向总督控告保罗。保罗传来了之后，铁土罗就控告他说，腓力斯大人，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大大的享受着太平，因着你的远见，本国大事改革，我们随时随地感激不尽。现在我不想多烦扰你，只求你宽容一下，听我们讲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是煽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人，又是拿撒勒派的首领，他还意图污秽圣殿，我们就把他捉住。你亲自审问之后，就必清楚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犹太人也都跟着他一同控告保罗，证实事情确实这样。好，好，唔该晒。咁保罗咧就被送到该撒利亚五日之后咧。那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五天之后，大祭司就同几个嘅长老就一齐去到呢一个嘅该撒利亚见呢一个腓力斯总督。大祭司就和几个长老一起去该撒利亚见这位总督，佢哋都请咗一个嘅律师铁土罗咧同佢哋一齐去。他们请了一位律师铁土罗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呢就都好像我们现代的状况一样，我们会请一个律师跟我们去打官司。这就和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我们会请一位律师来和我们帮我们打官司。因为这些律师呢他们会比较熟悉罗马的法律。因为这个律师非常熟悉罗马的法律。他们的口才呢也都是很好。而他们的口才也很好。那我们看看这个铁土罗他怎样去帮他们写这个的控词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铁土罗是怎么帮助他们写这个控词的。这个律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了对这个总督呢讲了一些奉承的说话。那这个铁土罗啊，一开始就对这个总督说了一些奉承的话。他主要又讲了两点。他主要说了两点。他说呢，第一呢，就是犹太地能够享受到这个现在所享受到的太平呢，都是因为这个的总督的缘故。他说第一点就是，这个犹太地可以享受到现在的太平，全都是因为这个总督的缘故。第二点呢，就是说呢，在这个的总督努力的改革之下呢，犹太人的生活就越来越变得更好了。第二点就是在这位总督大力的改革下呢，犹太地的人民的生活呢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一听呢就知道这些是一个奉承的说话了。那我们一听呢就知道这些是一些奉承的话。而且这个律师所讲呢跟这个事实很不啱的。而且这位律师所说的和事实是相违背的。历史记载呢，腓力斯呢是一个出名用残忍的手段呢去镇压暴动的人来的。因为历史记载，这个腓力斯是一个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来镇压暴动的这样一个人。他们跟之前的罗马总督比较呢，他和之前的罗马总督比较呢，在腓力斯管治的年代是犹太人活得最辛苦的年代。在腓力斯他掌管的年代是犹太人生活最艰苦的时候。腓力斯没有因为犹太人的好处而去做任何的改革。腓力斯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对他们好的地方而 为他们做一些改革。他都不会同情老百姓的艰难。而且他也不会去同情这些老百姓的艰难。所以在腓力斯统治的期间，是民间暴动的次数是最多的时间。所以呢，在腓力斯他统治的时候 是民间呢暴动最多的时候。咁佢平息暴动嘅方法咧，就系将捉晒所有暴动嘅人咧，拉佢去呢个罗马，然后系钉佢哋十字架。那他平息这个暴动的手法，就是将这些暴动的人都抓起来，然后呢，送去罗马钉十字架。虽然呢，铁土罗嘅奉承嘅话咧，同事实唔啱。所以呢，铁土罗所说的呢，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但系咧，相信咧，做官咧都好中意人哋奉承佢嘅。但是相信呢，做官的都很喜欢别人奉承他。亦都咧喺呢一度咧，呢个嘅律师咧，亦都预备咗呢一个嘅官嘅心咧，去听佢嗰个嘅控词。那这个律师也是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心去说写这个控词的。咁咧，我哋继续睇铁土罗咧，去对保罗有啲咩控告？那我们来看一下铁土罗对于保罗有什么样的控告？主要咧系有三样。那主要呢，其实有三点。佢话咧，第一个咧就系保罗咧就好似瘟疫咁样。第一点，他说保罗就好像瘟疫一样，就系煽动普天下嘅犹太人咧生乱。是他来煽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你都很明白瘟疫是怎样。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很明白瘟疫是什么样的。瘟疫呢，它的传播的范围可以很广。那瘟疫传播的范围可以很广。现在它的传播的速度呢，也都很快。而且它传播的速度很快。这个他们说呢，保罗呢就好像瘟疫这样，去将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呢，去令到他们呢，鼓励他们去作反。他就说那个保罗就像瘟疫一样，鼓动当时的犹太人生乱。作反呢，是罗马政府呢，是最关注的事。
那造反呢？生乱是当时由罗马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亦都系佢最唔想见到嘅现象，也是他们最不想要见到的现象。我哋前面提到啦，这个嘅腓力斯咧系点样对一啲暴动嘅人咧，佢几咁系残忍？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腓力斯对于这些暴动的人的镇压手段有如何的残忍。所以咧，佢将呢一个摆喺第一点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呢一个嘅腓力斯咧对保罗咧有一个唔好嘅印象。所以呢，把这一点放在第一点呢，可以让腓力斯呢对于保罗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而第二个控告咧就系话咧，保罗咧系拿撒勒派嘅首领。那第二个控告就是说保罗是拿撒勒派的首领。咁罗马政府咧，其实系容许犹太人咧，佢哋能够继续佢自由去相信犹太教嘅。那其实罗马政府是允许犹太人继续自由的来信仰他们的犹太教的。而喺当时咧，犹太教里边咧，亦都有唔同嘅派别。而当时的犹太教当中呢，有不同的派别。我哋熟悉嘅咧，有撒都该人啦、法利赛人啦、爱色尼人啦，同埋粉锐党。那我们熟悉的呢，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爱塞尼人和奋锐党。其实在罗马人的眼里面呢，拿撒勒派呢其实只是犹太人的里面其中一个派别。那其实在罗马人的眼中呢，拿撒勒派只是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但是帖土罗说呢保罗呢是拿撒勒派的首领。那保罗说但是铁土罗说保罗呢是这个拿撒勒派的首领。在这里呢他暗示了呢拿撒勒派呢其实是一个异端来的。其实在这里他是暗示拿撒勒派是一个异端。因为在这里里面呢那个派这个字呢其实呢就跟在第十四节异端呢是同属一个是在原文里面呢是同属一个字。那其实这里的派这个字和十四节当中说到的这个异端是同一个字。所以既然是异端的时候就不属于犹太教，所以既然是异端就不属于犹太教，是罗马政府不能够容许的，是罗马政府不能允许的，也都是非法的活动，也是非法的活动。而帖保罗呢到最后呢是第三个对保罗的指控呢，说他呢是意图污秽这个圣殿。而第三个铁土罗对于保罗的这个指控就是说他意图污秽圣殿。其实呢罗马政府呢已经将管理即圣殿这个权呢是交给犹太人自己处理。那其实罗马政府已经将管理圣殿的这样的事情交还给了犹太人自己处理。但是呢罗马政府呢是会留心的呢，就是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上面引起这个的生动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留心的了。那罗马政府所留意的是当他们自己处理这个管理这个圣殿的时候，如果发生动乱的话，罗马政府就会留心了。所以呢在这几项的指控里面呢，其实也都是针住这个的腓力斯他那个的围观那个的做法来去控告保罗。所以这三点呢也是铁土罗针对于腓力斯他平时的一个做法和他的职位来写的这样的一个控告。咁我哋去睇下当时嘅犹太教佢有啲咩特色，点解系会同保罗所传嘅道系有呢一个嘅相冲而引起呢一个压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的犹太教的特色，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和保罗所信的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和压力。我哋头先咧提到咧，犹太教里边咧有两个嘅派别。那我们前面讲到了犹太教里面有两个派别，一个就是撒都该人，另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呢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我们在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里面也都会经常看到这两个的派别。那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或者使徒行传当中也会经常的看到这两个派别。我们先讲撒都该人，我们先来看一下撒都该人。这个的派别的人呢，他们是依附权贵的人。那这个派别的人是依附权贵的人。但撒都该人呢，大部分的成员呢，他们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因为撒都该派的人呢，他们大部分是犹太公会的人。
而撒都该人呢，亦都喺当时咧系喺犹太公会里边咧系出任大祭司嘅。而且撒都该人大部分呢是在当时的公会当中出任大祭司的。而有啲嘅大祭司嘅位咧，佢系喺佢哋咧向呢一个罗马政府买翻嚟嘅。而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位，也是他们从罗马政府那里买来的。所以咧，佢哋系要依附呢一个嘅罗马政府咧，嚟佢攞到呢一个嘅权利。所以他们要依附这个罗马政府才可以拿到这样的权利。而另一个的特色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而第二个特色呢，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他们跟这个撒都该人不一样。他们和撒都该人不同。他们是出身低微的。他们出身是非常低贱的。但是呢，他们在犹太人里面呢，是很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在犹太人当中非常的有影响力。他们是严谨地去遵守律法。他们非常严格地遵守律法。不单止这样，他们也都是定下了很多的口传的律法呢，是教犹太人去遵守的。不单单如此，他们还写出了许多口传的这样的一个律法，让犹太人来遵守。而且呢，他们所留下这些口传的律法呢，他们呢更加是将它凌驾在这个圣经之上。而且他们还将他们口传的这个律法呢凌驾在圣经之上。去简单去看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里面的特色的时候呢，当我们来简单的看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的 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犹太教呢其实已经是变成一个僵化的宗教。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了一个僵化的宗教，有外在的礼仪，有外在的利益，但是没有很认真地去看神的话语，却没有认真地去看神的话，以致呢他们看不出呢耶稣呢就是他们在等待了一位的尼赛亚，以至于他们竟然看不出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在这里呢，他们同他们所做的和保罗所传的也都是有相悖的。而他们当时所做的也和保罗所传的是相违背的。保罗说呢， 我信徒呢已经不在律法之下生活了。保罗说呢，我们信徒已经不生活在律法之下。而他的得救呢不是靠遵守律法而来的。而得救呢也不是靠着遵守律法而来的。而他所信呢也都是这个的耶稣基督，也都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而他所信的是耶稣基督，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这一切呢也都是跟犹太教呢是很大的分别。而这一切和犹太教有很大的分别，是必然呢是会受到这个当时在他们的这个宗教底下一些的压力和张力的。所以他必然受到了当时这个宗教的一个压力和张力。又思想一下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那我们来试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我所指呢，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所说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而是普遍的这个的现代的教会，而是普遍的现在这个社会上的教会。如果我们想彰显神在地上彰显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怎样会跟现有的教会的体制是有冲突，或者是有这个的带来这个压力呢？那我们现在想要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和现代的这个教会的体制产生一些张力或者说压力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篇的文章。那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李建安教授去写的。那这篇文章是李建安教授所写，它里面是讲到现代教会的特色。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写到了这个现代教会的特色。他提到两点，他说到两点，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是藉着呢是可以大家去彼此去提醒。那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两点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他说呢，第一个呢，他说呢，现代的教会呢是一个已经是走入了这个的僵化的局面呢。他说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的教会呢就是走入了一个僵化的局面。他说当教会的信仰呢和生活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好像一个好像公式这样进行的里面。他说当现在的教会和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成一个公式化进行的局面的时候，当我们所做的只是有外在的行为而没有神的话语去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只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神的话更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教会就失去了这个生命力变得僵化。教会呢就失去了生命力变得僵化。我觉得在这一点里面的回应呢，
那我觉得在对这一点的回应呢，我们应该是，如果我们不想在一个僵化里面 的信徒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想过一个这个僵化的信徒的生活的话，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用神的话语去滋润我们已经僵化了的心灵，让神的话来滋润我们已经僵化的这个生命，也都让我们的生命是变得更加有生命力，也让我们这个生命呢变得更加的有生命力。而第二个李教授他说，现在教会的特色呢，就是教会呢是为了满足信徒的自身利益和意愿而存在。那第二点，李教授说的是，现在的教会是为了满足信徒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而存在的。如果简单一点说，就是满足信徒里面的消费者的主意。那简单来说，就是来满足这个信徒的一个消费者主义。消费者呢，希望呢能够在不同的选择里面呢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消费者是希望在不同的选择当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我想呢，在这个疫情底下呢，更加是催化了这一种的现象。那我想在这个疫情之下更加的催化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呢可以说呢，现在在网上呢有很多不同的崇拜给我们去选择。我们可以说现在在网上有许多不同的崇拜来让我们可以选择。或者可能在崇拜里面呢，我们都会不停地好像看电视一样去转台。那在崇拜当中，我们也像看电视一样会不停地转台。但是呢，教会呢并不是满足信徒的自身利益和那个意愿而存在的。但是教会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而存在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担当我们的罪而出现的。教会呢是耶稣他用他的宝血担当我们的罪而出现的。教会是为了在地上彰显神的国度而存在的。教会是为了在地上彰显神的国度而存在的。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消费者的信徒，我们不要去做一个消费者这样的信徒，我们要做一个担当有担当的信徒，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信徒。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真的 做到一个有担当的信徒。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做到了一位有担当的信徒。他们呢为了这个疫情呢，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祷告会，去为到有需要的人去摆上祈祷。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了更多的祷告会，为有需要的人呢来 放上他们的祷告。他们会去关心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只是能够在家里面情绪上面受到困扰的弟兄姊妹。他们去关心在这个疫情当中被困在家里面情绪上有需要的这些兄弟姐妹。他们也都在最近在这个大选的时候，有一些小组是更加的不停为到这个国家来祈祷。在这个大选期间，有一些小组更加是为了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关难的日子去担当其他人的生命。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日子可以去担当别人 的困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同在这个宗教的体制之下，在这个宗教体制之下，我们呢是要彰显神的国的时候，也会面临会带来很多的压力。我们要彰显神的国度的时候会面对许多的压力，不单止是宗教体制上面带给我们的压力，不单单是宗教体制上带给我们的压力，在这个的政权的在政治的体制之下呢，同样呢也都会带来这个的压力。在这个政治体制之下，同样也会带来压力。刚才呢我们提到呢，腓力斯呢是一个很残暴的官。那前面我们提到了腓力斯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官，他为了平息动乱，他会用很残忍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动乱者。他为了平息这个暴乱，他会用一些非常残忍的手段来对